先打开包装。打开包装之后，我们先把这个护缸器先放在边上，因为这次是用不到的。然后把器械取出，取出后弹力线上圈去都拿出来。拿出来之后，我们这一款双双胎器是需要手动装线的，先把这个上圈器乳白色的这个放在枪头上，然后再把弹力线套进去。套进去之后，利用这个跟这个的卡位一定要对缝，这个缝把它卡下去。下去之后确定装到位了，那我们这个整个上圈器可以拿出来。拿出来之后，我们用我们的器械连接我们的负压牵引器。连接成功之后打开它，打开之后这边有个负压按钮，我们先合上，然后整个负压的话就只有这一个出口，然后用前面的窗口这边先吸附组织，吸附组织完成之后进行激发，激发后松开这个负压按钮，然后取出我们的器械。取出器械的时候，开始收缩这整个的弹力线。当把组织固定死之后，就可以在这边剪掉之后，整个弹力线就把组织固死。